我叫卡德尔·凯耶姆，我是1950年出生，刚开始的时候都一个民族，一下子我搞了个小广告以后来了8个人，有4个民族，从1019年开始我就多民族的一个团队，演出我们演了现在整整是320以上市，基本上到农村，到社区，到乡村，给老百姓演出。 老百姓特别的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，啊，就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37个正式成员，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的是啊，主要的你看，我们把这个多民族都融合到一起，多民族的这些乐曲，把中华民族的各种的乐曲，各民族的乐曲都融合到一起。这个手鼓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新疆只要是有歌曲地方都有这个，这个叫艾扎克。 他是汉族，什么样子乐曲他都会拉。这是阿瓦普，当当鼓啊，啊，看，你们听听，他敢讲。每年春节来的时候，我们到汉族朋友们的家里面，就是跟他们一起过节。到我们库尔班节来的时候，我们到我们维吾尔族同胞们到他们家去，一起过节的。不，我们就不分民族。 你是汉族，我是维吾尔族，没有那样子概念。我们一般就是不分民族，我们觉得全部都是中华民族。